这个东西啊，它是最不利于欧美的，最有利于朝鲜和中国的。所以咱还死了4000人，是吧？但是你死4000人和美国死22万人比，你等于一个人都没死嘛，对吧？你咱们等于差不多也是接近零感染，接近零死亡。14亿人死了4000人，那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，没人死嘛。就这，你看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戴口罩，你看，你看，咱们这，你看还有多少人还在这戴口罩？哎呀，我刚从美国回来上个月，我还真是回来我都懵了，这么多人还在戴口罩。那美国大家都在吃喝玩乐，你只管死人，我们照吃喝玩乐。哎，这中国你看，中国经济，全球经济，中国现在一枝独秀，中国超过美国时间提前了，2027年没有问题，美国活不成了，美国活不成。我现在再讲一下，就是在座所有的人，我们不是你们，14亿中国人几乎都认识不到这一点，不是中国在整，不是美国在整中国，是我们把美国逼得活不下去了。